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玩三国杀各战，咁啊四大熟国啦。咁啊其实嗱呢四个唔知大家会点拣啦。即基本上我一睇我已经谂咗拣乜噶啦。咁首先其实庞统系一定要拣嘅，因为庞统虽然就唔系蜀国嘅核心，但系庞统系某程度上帮你可以保到命嘅，即系特别系啱嗰啲好中意龟啊，即系潜好耐嗰啲咧，咁庞统啊绝对适合嘅。咁首先金夫人你都可以撇除嘅呢个角色，其实正常都好难配合，系啦，唔系话冇配合，但系我就唔中意用嘅，系啦，呢辅助型啦。咁啊，万诺呢啲亦都系各战废将之啦。你又唔系啊，好劲啊，收人头好劲啊，呢啲嘥气啊。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有得拣呢，我就一定唔拣万诺嘅，我唔怕讲埋啦。呢啲亦都系我会撇除唔拣。嗱，祝融反而有啲用，我系中意用祝融，比较中，即系祝融，我觉得算劲嘅，但系万诺真系完全唔得。系啦，完全唔掂嘅。咁啊，马超亦都系属于蜀国里边偏中上嘅，即系有得拣系应该优先要拣嘅。因为马超个强杀加埋呢个铁骑，系啦，某程度上系绝对系菜刀系嚟讲已经算好好啦。咁啊，所以唔使讲啦，讲完，系啦，就一定系马超加庞统啦。好啦。嗱，咁啊，首先涅槃呢个，我觉得任何情况下都一定开，冇可能唔开嘅呢个，除非你有走有逃，你唔想 show 嗰个毒条俾人睇。如果唔系狗啊，我系一定开涅槃嘅啦。咁呢个庞德唔知做乜鬼亮咗啦，咁就睇完之后打佢啦。嗱，呢度要讲一讲先，大家要留意下，一开波呢场会有一个好好笑嘅地方嘅，就系庞德睇咗佢副将。留意下睇佢副将，跟住走杀佢。咁啊，场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，七个人里边，即系唔计佢啦，你一定会飙佢飞群啦，冇错啦，呢个冇可能唔系啦，系咪先？走杀咁严重，系啦，咁我大家飙咗佢飞群啦，咁啊，跟住下家，咁啊，袁绍加呢个周氏，呢个就系好笑嘅地方，大家细心欣赏啦。准备放箭。嗱，当时我心理描写咧，我系好惊嘅，点解咧？因为周氏。黑死我庞统，我系用唔到涅槃嘅，我系劲惊嘅。当时我心谂唔系，我心谂用庞统都要死喺袁绍手上，我心谂唔系咁啊。咁但系出人意表，出人意表嘅结局系咩呢？就原来佢系群嚟嘅。咁跟住我就跟住呢度就我先讲先嗱，点解佢要咁做呢？我谂到，因为睇咗副将系肥仔，咁佢可能想帮佢开技啊。咁啊一血啊嘛，一血开呢个环征啊嘛。咁啊，其实我觉得系白痴嘅呢样嘢，绝对系一个弱智行为。首先第一弯得你自己手量。咁啊，就算我话佢队友我开环征，都系两群啫。就算开环征，而且人哋未必想出噶嘛，系咪先？即系呢个行为，我觉得大家你可以话我呢个网络欺凌啦，你点讲都好啦。你见到呢个名字，我黑名单啦，唔该系啦，我黑咗啦已经。呢啲咁嘅二 B 队友，你有咩嚟情况下，你自己手量完睇完人之后，你就走杀佢？人哋开一个环征咧，咁你误导埋其他群雄角色去呢下绝对唔怪得袁绍，但系我觉得佢就未开周氏系一个两面人嚟嘅，因为周氏首先佢呢下万箭其实本身假可以出到嚟，二嚟就算有华佗或者张角孔融都系出唔到，咁其实开周氏但系冇话唔啱，因为防魏啊嘛，防涅槃防周泰，咁你唔可以话佢错，咁完全系俾呢个庞德累死嘅呢场群雄。本身唔弱噶，你见佢哋群雄，遇到啲什么傻逼啊？嗱，咁啊，我啱啱仲惊紧话袁绍会射死我涅槃啦，咁而家即刻放心啊！兵如此，咁呢两条友一定闹爆佢啦！咁呢个真系要黑名单，讲真，傻叉，我顺手啦，冇死啦。杀大丈夫。咁啊，李典啊，即刻出嚟抽水啦！哇，神兵 A K 啊！前尘往事莫再提起。妈逼还杀我！呢个就系半子技能会发动，哇！呢啲契弟真系，呢啲嘅队友真系，冇得讲噶啦，系啦，我摆明把口嘅贱噶啦，系啦，所以就我一定闹爆呢啲契弟。就算佢唔系悭我，我见到都好嬲，讲真，即系呢下我见到我都觉得好嬲嘅。就算我唔系群雄，我都系顶呢啲人唔顺嘅，即系唔知佢脑系咪装屎啊？杀！前尘往事，我放你。嗱，两个系啊。谂佢都好够僵啊，空城咁样。嗱，当时我觉得呢个有机会系诸葛亮加关羽啦，好合理嘅，因为玩到咁大系咪先？你空城咁样去搞佢，好有把握喎，系咪先？咁我两个马超出嚟啦。
我呢个量冇所谓，首先呢个分析一下先啦。三群出咗嚟，咁最多暗象系得一个群啦，好合，即系再多就变野心噶啦。所以你唔需要再惊群雄话势大啊之类啦。咁而家两个蚁出咗嚟，万一呢个都系蚁嘅话，其实呢个系蚁嘅几率系有，例如孙旭啊因。应该是信玉的恩基是冇可能不出，邓艾都未必出到，因为如果邓艾冇闪咪出唔到嚟。咁如果三艺嘅话就好大镬嘅，咁但系人哋未出，你唔可以话佢系艺嘅。咁呢个时候我就出马超出嚟搞一搞艺哥啦。好啦，嗱，点解留住张乐呢？我觉得呢两个艺嘅威胁唔大，咁我就想用佢哋用艺哥打一打群雄嚟制衡一下，系啦。咁我食花生嘅，我谂住我原先个 plan 系咁嘅。咁大家见到出雕蝉，我就有啲后悔啦。当然，你要替妾身做主，杀唔死，咁啊送牌。嗱，咁啊大剂去张合偷咗张罗德斯顺，但佢应该唔会落我嘅，系啦，佢未必会落我嘅。唔知点解借刀要冇蛇啊？唔好明。咁啊，珠联璧合摸牌，佢都够僵。一血嘅话，可以考虑回血嘅。如果一血嘅话。咁都摸咗张桃园都 OK 嘅，结果论嚟讲系 OK 啦。咁我哋闪就出噶啦。呢个无邪可圈可点，我觉得其实可圈可点嘅呢下，又出唔到嚟啦。唔需要入，特登留俾张合偷啊。是但就即系你偷武器冇所谓，由佢偷咯。而家佢未必会偷我，重点系。离间嗱靓嘅呢下离间唔错。前尘往事嗱，张合留嗰张啲佢张唔系留，佢应该啱啱靠技能摸翻嚟，咁就唔搞啦。佢嘅醒水，佢应该知道一定要杀咗雕蝉先噶。醒水啊话，关羽在此。出关羽。前尘往事莫再提起。呢个时机唔错，出得呢个时机出得几好，系啦。咁我强杀系就亮埋出嚟啦。嗱呢度点解亮埋出嚟？我就想洗牌。我原先嘅目的系想过牌嘅，系啦，想过牌。咁结果但系非常残念啊！咁一张梅花都冇乜。咁但系唔理啦，就摸多张牌去收人头啦。呢个一定要收你点噶啦。系啦，收咗。咁啊赢硬啦。呢两个我哋两个属个系强势嘅，属于系啦。一留俾关羽唔算易杀嘅，咁啊最废嘅丁奉之一啦，我讲过啦，你可以话佢唔废，但我觉得好废咯。佢敢挡我？由佢啦，系啦。咁我哋大把无邪。夫君，呢度扣啦扣啦，虽然佢可以回血啦，但系照扣啦，唔好理啦。我哋两条命，我哋吸下招风冇所谓嘅。看儿男插标卖手。唯贤唯德。嗱呢一佢虽然系关羽，但系七人王系 OK 嘅，系 OK， 因为佢要俾我杀，系啦，即系唔好觉得关羽杀七人王好白痴啊，呢个系未必有原因嘅。可怜其败。全军突击。嗱呢下我点解先杀？我如果呢下杀到，我就唔想开慢战嘅，系啦，我唔想开慢战嘅。咁啊，既然杀唔到，就一定要开啦。两张无情牌用啦，豪俾佢啦，食马图啊，吹啊！咁我想留一留牌，咁啊大师都冇应该反文佛熟噶啦，系啦，反文佛熟噶啦，应该我哋两个熟过唔弱嘅，也可取如性命。睇落去好劲啊，双杀嗱呢度都打咗好耐嘅，呢度记得到。雷杀闪，以德服人，通通连起来吧。插咗家先啦，啊插咗家先啦，来来来。见面分宜，顺咗符有麻烦，因为佢有距离嘅话就可以双杀。看儿男插标卖走，系啦，佢唔俾牌啱嘅，留一牌冇问题嘅。全军突击，插佢，插装备啦，我插中咗粒图。给我拉过来，短兵轻甲也可取如性命。我哋盘啦，咁啊有全部三张靓牌嚟嘅，留俾。唯贤唯德。嗱，佢呢下就选择俾晒我，其实就我觉得唔使嘅，我觉得佢可以用闪杀一下，跟住就俾洛不思蜀同埋呢个杀我，咁其实基本上都 OK 嘅，即系佢呢班回唔回血，我觉得影响唔大嘅，系啦，影响唔大嘅。咁啊，佢咁样做嘅话咧，佢保险咯，佢回一血咯，佢咁样回一血嘅。但我觉得其实二打一嘅话，呢下就
我会选择用闪杀佢，再俾一张杀一张洛巴罗。系啦，我自己会咁拣，咁冇所谓嘅。系啦，冇所谓，结果论嘅问题啫。落啊！因为如果呢下落唔到嘅话，就好大镬嘅。嗱、啊，真系，但、啊、真系落唔到。众将官，短刀出鞘。咁啊，佢都啱嘅，因为如果假如我冇逃亡，佢就死咗啦，已经。杀闪，以德服。咁啊，赢咗啦，已经系啦。咁呢场其实个亮呢场个亮点，其实主要系我觉得完全系开头呢下走杀，呢下完全系神来之笔啊！即系你悭一个队友都唔紧要，你仲悭多另一个队友，即系即系有时一条友嗰个智力有问题，你真系悭足两个队友咁啊！非常，我觉得呢场群雄系非常可怜啊，系啦，咁啊益咗我哋大，益咗我哋两个蜀国啦，系啦，可怜咗大师，孤苦无助。咁呢场三个杀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次见。咁啊，遇到呢啲二 B 队友，你就好自为之啦，拜拜。